他是光芒万丈的道明寺，他是冷漠孤傲的项羽平，他更是腹黑霸道的厉仲谋。厉仲谋，你卑鄙小人，你给我出来！褪去阿四的暖心，一路狂拽酷霸炫。你如此处心积虑，到底想要什么？言承旭如何把霸道进行到底？恋恋不忘，九月十八日，云南卫视即将上映。父亲的离去，让他伺机报复同父异母的兄长。所爱的一切，我都会一件一件从你手里抢走。言承旭、黄百鸠，两大男神同台 PK， 上演兄弟情仇。李克谋，你个小人，你害死我妈，还好了吗？这两大男神命归何处？恋恋不忘，云南卫视即将上映。是集团董事长李仲谋有私生子一事是真的吗？那个孩子，他处心积虑，隐忍多年。孩子的身子比他更心更想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，孩子一定要不惜代价的争取。在这场争夺子女权的斗争中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恋恋不忘，云南卫视即将上映。